现在满足你。是满足不了见识。
说起你们三个开司机平安无负你们没有大事齐心高照发发来财整个老婆十全十美谢谢杨宝杨宝对我太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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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nk you.
谢谢谢。
谢呀，宝宝。捂一下耳朵。
那就最后一个月了，说都有泪，不一样的泪，每就是人生的各个阶段都有不一样的泪。
最幸福，没有什么压力。说明你家有点实力，而且你爸妈肯定很爱你，对你很好，不然他不会让你在家啃老的。所以就很幸福。那好吧。体育课把手摔断了，体育课干嘛把手摔断了？
Thank you.